大家好，我系张宏。唐诗系最美好嘅文字，等我哋一齐读唐诗。今日我哋分享唐诗类嘅节日呢一首系关于重阳节嘅《过故人庄》。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自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 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呢首诗嘅作者孟浩然，生活喺公元六八九年至七四零年。 係商州商陽，即係而家湖北商陽人，人哋都稱佢為孟商陽，係唐代著名嘅山水田園派詩人，同王維並稱為王孟。實際上，孟浩然係唐代第一個創作山水詩嘅詩人，係王維嘅先行者。孟浩然嘅一生經歷比較簡單，佢創作嘅題材都比較單一，大部分分為五言短篇。 多写山水田园同隐居机女嘅心情，佢嘅诗歌犹如一撮艳丽牡丹中嘅摇曳山花，单纯明净、清新自然閱，阅读越不忍释卷。呢首《过故人庄》描写咗诗人隐居六门山时。 仍要去朋友家作客嘅生活情景，全诗描绘咗美丽嘅山村风光同平静嘅田园生活，用語平淡无奇，句詩自然流畅，冇丝毫渲染雕琢嘅痕迹。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，有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嘅美学情趣，从而成为自唐代以嚟。 田园诗中嘅佳作，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自田家。开门见山，招之即来，简单而随便，讲明客人同主人之间关系非同一般，无需客套。黍系黄米饭，古代认为系上等嘅粮食。通过呢首诗，我都了解到唐朝招待客人嘅美食啦。 以雞鼠相邀，既顯出田家特有風味，又可見待客嘅朴素。咁接下嚟呢賓客之間先可以敞開心扉，真情相待。綠樹村邊合，青山郭外斜。走進村入面，作者顧盼之間，撲面而嚟有一種清新愉悅嘅感受。上句寫近景，綠樹環抱。 顯得自成一統，別有天地。下句輕盪不風，遠處嘅青山依依相伴，讓呢個小村莊既温暖又唔顯得孤獨。詩人作客嘅故人莊，特顯喺呢個自然同社會環境入面，讀者係咪都有心生向往呢？因此，下面一聯嘅出現格外合理。 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呢一句係特寫賓主之間喺屋內飲酒交談，興之所至，索性推開窗户，臨窗舉杯。窗外嘅農場菜圃被綠樹環抱，目之所及，唔單止能夠領略到更強烈嘅農莊風味、勞動氣息。 甚至仿佛可以闻到長埔上嘅泥土味，睇到莊稼嘅成長同收穫，一切都係咁自然純樸，同詩人嘅心境完全契合，甚至淨化住人嘅心水。再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，孟浩然深深咁被農莊嘅生活所吸引，於是流連忘返。臨走時， 同主人率真咁表示，會喺秋高氣爽嘅重陽節再嚟共賞菊花、共飲菊花酒。淡淡嘅兩句詩，故人相待嘅熱情，作客嘅愉快，主客之間親切融洽，躍然紙上。一個普通嘅農莊，一會雞鼠飯嘅普通款待，描寫咗係眼前嘅景物，使用嘅口頭語。 诗人将文字嘅内容、语言、形象同诗歌意蕴轻松咁融合，将艺术美融入喺整个诗作嘅血肉之中，自然天成。大家知道孟浩然同王维系好朋友，有一次佢喺王维屋企作客，唐玄宗驾临。 但孟浩然並冇官位，按照當時嘅規矩呢，係唔可以被皇上接見嘅。情急之下，王維就將孟浩然收喺台底，但王維又唔敢向玄宗隱瞞，就如實禀告。玄宗聽咗之後，好高興就話：我、哦、我早就聽過呢一個人嘅詩名，何必收起嚟呢？好，快啲出嚟！ 孟浩然聽到，連忙出嚟拜見。元宗就問：你冇帶詩嚟啊？於是孟浩然就喺皇帝面前朗誦咗一首自己認為嘅傑作《歲暮歸南山》。點知啱讀咗兩句，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元宗龍顏大怒，斥責咁話：係你自己唔主動為官。 我並冇拋棄你，你反倒寫詩嚟污蔑我。盛怒之中，叫孟浩然翻去中南山不得入仕。於是山水之間多咗一個孟襄陽。今日睇嚟，卻係盛唐詩壇嘅一個幸運吧。故人巨雞鼠。 邀我置田家，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